真的，你在这张就是哥哥姐姐，不是哥哥妹妹不见哦。他其实讲的很可爱，他觉得他应该跟你是一国的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我这样就可以跟，我这样就可以跟妈妈躺在那个沙发上一起转电视了，这样，因为他觉得他最乖了，这样，就是家里面他。对，妈妈只想要他，其他不需要。我刚刚忍住，要忍住，要忍住。其实不过你们家儿子其实还蛮体贴。其实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是我有疑问的。我说，因为我们现实当中呢，通常我说大部分是，我就问他说，你妈妈应该他们俩那么吵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你妈妈还那么开心啊？你可以画他吵到很烦的样子啊，干嘛画他笑笑的呢？他说不行，老师不行。然后我来讨论到的话才知道说，哦，因为他觉得画丑丑脸妈妈不好看，他觉得妈妈好看一点点。你看，他对你很好，真的。他五岁他讨论，所以你看他班画三样画口红哦，他觉得不想改妈妈变不好看的脸，真的，他对你多好啊，你说，还蛮有心来，让你做素位你看电视的。然后呢，